因为疫情肆虐，香港两大艺术盛事 Art Central 同埋 Art Basel 几经波折，终于成功举办。由首席合作伙伴大华银行大力支持的第七届 Art Central， 一直致力在发展迅速的亚洲当代艺术市场，培育艺术家同埋艺廊。展览会不单止兼具艺术新秀同埋知名艺术家的作品，同时展出挑战当代艺术界限的先锋之作，被资深收藏家同新晋艺术品买家视为惊喜处处的 Art Central， 会在5月26号至5月29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。今届共有52个参展画廊，分为三部分，包括终点艺廊区、过位策展摊位和独特个人展区，并附以装置、讲座、展演和录像艺术等精彩节目。至于原定3月回归的 Art Basel， 延期至5月举行。今年 Art Basel 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序幕，首三日举行嘉宾预展，并将会在星期六及星期日向公众开放。今年有来自28个地区、130间本地及国际顶尖艺廊参展，艺术展包括艺廊汇水、亚洲视野和艺术探新展区。各位热爱艺术的朋友，记得在今个星期六日抽时间去到会展，欣赏这两大艺术家的盛事。